这么大个虾嘞！我去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！这个好！我的妈嘞！我的妈，一个！可以吗？我的妈！这是啥？知道不？这个。哦吼！这边有一个，有时间带着你们的家里边的孩子放暑假了，可以带着来过来找我玩，哥姐们啊！所有关注我的老铁啊，等到时候老弟呢带你们赶海玩，我请你们吃个饭都可以啊，只要是咱家粉丝的。我去，我这夹子不好用。等一下吧，哎呀妈的，又来一个，手底下一翻一个，这手底下又来一个小滑盖，哎呦哇、啊！哎，这是个什么鬼？我的妈！哎呦妈，两个站在一起是干啥呢？这是，我这海螺真肥。对吧？哎哎，试着一个，试着一个，哇，在这里面，挖深一点，这边有一个，我有点不怎么敢用手啊。哎呦妈嘞，我看我肯定得翻了，我这石头太大了。是要出来了吗？是要出来了吗？这里边有一个挺大的，我操！一二，哇！有一个，看着没？看着了吗？我的妈嘞！可别把它压死了，别把它压死了！我去，我要抓你这个螃蟹，我是真遭罪。我的妈！一个海螺，哇，这个大！哇，这个大！我的妈嘞！呀，过不过瘾，哥姐们？
这来一个，哇，今天这么多，今天这么多。我的妈！哇，小海螺一个。够不够意思，哥姐们？对吧？我的妈！你看这螃蟹今天，你看这螃蟹，我的妈嘞！哇，这小海螺活的，纯纯活的。哦，我的清着，哎哎，看看这个，看看这个，看看这个，我的妈嘞，这长着啥玩意儿身上？这一看咱就说，咱说实话，懂的人都知道，一看这就纯野生的，长久在海里边就是泡着，它身上长了一些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叫啥玩意儿了？我也不懂啊，这玩意儿叫啥？你看这里，你看这里，你看这里。你老弟，哎妈，这是一个独角大侠。这个有肉吧？哎，有肉！哎呀妈呀！哎，这里边有，这螃蟹还不算是特别多了啊。这两天天气比较冷一点，哎呀妈，又来个独角大侠呀！这咋的了都？你怎么了？一个。哎。我妈现在这个这脚是老哥附近啊，附近把它挖出来啊，你不会挖，哎呀，你怎么把它挖成这样子了，哎呀，你把它挖出来那么好的一个生蚝，对啊，因为它是卡在那个石头缝里面，有点角度，有点刁钻，哎，给你挖破了。哎，这个很不错。
这个也肥啊，这个也漂亮啊。